事业有升职加薪的机会，但由于自己太过悲观，以及和伴侣之间的冲突，导致事业的发展有压力，觉得阻力重重，需要突破和改变。金钱的原因导致与部分朋友出现裂痕，有可能会断交。逆行回摩羯的水星与太阳再次相遇，所有上个月还没来得及展开的追求，以及对事业成功的一些计划和职业规划，现在都有机会再一次重新开始。加上逆行的木星与水星形成了和谐的氛围，将会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探索与追求。金星与天王星处于和谐包容的氛围之下，将会让我们体会到美好的爱情是能够成就自我实现。而反过来，着眼于未来，强调自己的独特性，才能点亮爱情，让爱情散发出和谐包容的光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